坠海幻象机找到了，空军说掌握黑盒子讯号。空军499联队上尉何子宇驾驶的编号2040单座幻象战机，上周二晚间执行训练科目时失事。国军派出机舰连日在基隆外海搜寻，终于在战机雷达消失处附近7海里，也就是基隆北北东方98海里附近，由海洋测量舰达观号掌握到黑盒子的可能讯号，深度是在海底80到100公尺，待海象好转后将使用声呐确认水下物体，只要确定是三角翼就可确定是幻象战机，并安排打捞作业。另外，民航机师李文玉在脸书提到，10号飞往日本途中听到了紧急定位发报器的讯号，12号又听到一次。空军表示已派机舰前往附近查证，但只有收到渔船的测试讯号，并非核子鱼，但强调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丝搜救契机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